我觉得这个时代是在变化的，但企业生命力在于创新。实际上格力是典型的传统制造业，我们完全靠大量的人工来解决我们的生产力的问题，同时也是靠大量的人工来完成我们的产品对市场的贡献。那么到随着大数据的时代来临，其实我们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变化，只是我们的认知也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。比如说我们刚刚担心人的问题，当我们从过去的这种人工到智能的转变，实际上我们人的变化也在发生，就是人要改变自己，不是像过去一样仅仅一双手靠一个繁重的劳动来解决自己的生存，而这时候我们更多的要培养更多的是人的智慧，我们还是用人来控制机器的。那所以格力电器发展这么多年来，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效率提高了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时代让我们的产品更精准了，对市场的需求可以说满足了更多的他们生活品质的要求。所以这个时代到来并不是说我们感到恐慌，而是我们更应该感到骄傲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